过来来看到何必文朝江等各电发红物资，关怀电影的绿色家伙。过来邀请这挂绿色乡亲，做回来到江等听法师弘扬佛法，传播着神的正能量。何必文超讲堂关怀地方绿色好，除了发放物资以外，佫邀请即个绿色好做回到讲堂来听法师宣扬佛法，净化心灵，传递神的正能量。文超讲堂每个月固定有在发放物资，发放物资的对象包括弱势团体、街友以及寒士。那我们除了发放物资以外，我们也礼请法师来讲经说法，来开导他们。刚好在8月27号在体育馆有举办供火再生大会，那我们也帮助这些弱势团体去参加，然后可以正向的思考我们所涉遇到的一些难关，那也是逢今年是我们彰化县建县300年，那搭配我们的全国中高症的一个协会，在我们彰化市体育馆做一个祈福，那我们会产中的所有的一些公平跟普度的部分，那也会捐献出来给我们一些寒士朋友、弱势朋友以及有需要的朋友。供火再生大会，我们用恭敬的心、平等的心、欢喜的心，如理如法的来做供养，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一天隆重的、殊胜的日子里面，到彰化县立体育馆共襄盛举。112年中部全国供佛再生大会准备在8月27日在彰化体育馆登场，大会免费恭喜长生入会、往生莲会，邀请社会大众到店来参与发挥，净化心灵，促进社会平和。彰化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